么全身都是血？你受伤了吗？你会死吗？别担心，我很厉害的，我以后可是要当医生救人的，怎么会死呢？来，你听。听得到吗？嗯。平均每分钟60到90次的跳动，这就是心跳的声音。只要它一直在跳，人就不会死。原来她就是那个女孩，是我被消除所有记忆之前，是我变成杀手之前，最后一个听我说过我要当医生的人，就是他。他可厉害了，他告诉我，只要听到心跳，你就不是孤独的。他还说，他会带我出去，以后也会来找我玩。你在黑暗中能听到心跳，能找到安全感，原来你是这样学会听心跳的。坚持一会儿，等出去了你就能回家了。那你呢？你去哪儿？我也要去找我的家人。那我以后去哪儿找你啊？嗯，我可以去找你啊。嗯，也对，走。我看到出口了，那是我在进入黑风之前看到过的最后一点亮光，也是唯一跟我说过我们一定会回家的女孩。你看，他们逃出来了。哎，差不多了，我们不能在记忆当中待久了。如果我也学会这招，是不是可以经常回到自己记忆里来，也能到你记忆里去？我的世界没有小天使，也没有家人，我的世界只有坏人。慢点。